长有一任女友不是县长吗？县长还是市长？不是，不要这样讲。有吗？有台南。没有。刻意避开是以汪建民，别再讲下去。艺人张克凡和立委许淑华过去这段情曾论及婚嫁，尽管双方否认，却常被人讨论。许淑华情史丰富，张克凡还不是最多人熟知的。许淑华知道这件事情吗？和市长还在交往吗？当南投市长期间，许淑华和室内设计师男友许启明高调热恋，还被周刊爆料翘班幽会。没想到半年后，许启明竟被揪出市民通气犯，这场美女市长恋上通气犯感情被迫画下句点。情路坎坷不如正途顺遂，最后在小潘潘凑合下遇到对的人，男友谢宪忠画的两人画像甜蜜展露无遗。但恋情曝光造成轰动，可苦了政坛另一位许淑华。许淑华研究室，你好，不好意思，你打错，这边是台北市议员许淑华研究室。不但音同，字也同。催婚消息一出，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关心电话接不停。早上接到电话说，哎，怎么你又有八卦新闻？我说我没有啊，原来是另外一个许淑华。年纪相仿又同是闯荡政坛的美女，台北市议会之花许淑华过去曾被捕捉到和市议员戴习清在车上撞似亲密，今年六月又被传温馨探病情登上版面。等时间嘎得太紧，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约会，经常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就会变成是一些新闻焦点，所以一个人也还蛮自在的。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谈到结婚憧憬，议员许淑华倒是平常心看待，蓝绿许淑华政坛表现亮眼，感情世界同样受瞩目。记者张世奎、李义璇台北报道。